直接在电脑上给你解压出来就行。切个地方，哎，不是新鲜货，我这。对，就是切个地面板，完了操作的啊。也，反正是来了机器就直接发走了。对，对，对，完事之后，完事之后直接就那个发货了，来了。然后外购机，对，对，定制新的，切个定制后新鲜货就完了，这样，就打个记这块。